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，木村拓哉小女儿光希日前初登场，引起热烈讨论。欧美也有不少星二代传承父母的良好基因，前途无量。服装品牌 Tommy Hilfiger 日前宣布全新代言人由海莉·鲍德温 Hailey Baldwin 也是个亮眼星二代，海莉的父亲是史蒂芬·鲍德温 Stephen Baldwin 的女儿，叔叔是亚历·鲍德温 Alec Baldwin。一家人和演艺圈关系深厚，他则因为和小贾斯汀传出绯闻受到瞩目。多才多艺的他有12年的芭蕾舞经验，16岁之后他便开始模特生涯，在 Instagram 上拥有超过1100万的追随者，能担任 Tommy Hilfiger 代言人。他开心表示，时尚是我向全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，而 Tommy Hilfiger 的设计非常适合做出大胆的陈述。我喜欢将每件服装打造成我自己的风格，我迫不及待地向品牌的粉丝们展现我如何将自己的风格融入到2018秋季 Tommy Icons 风格中。海莉·鲍德温来自演艺世家，外貌气质都佳。 Tommy Hilfiger 提供海莉·鲍德温又拍摄 Tommy Hilfiger 全新系列广告。 Tommy Hilfiger 提供